但上一场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，看一下，直接站在包点箱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没问题，四个，哎，舒服。好，卖一个冰狗来了，来冰来，哎呦，哎呦来了呀，舒服，捡起白可以拿到第二个机上，没有人进行一个炸枪。哎，但其实刚才我要没看错的话 ，Afrika 应该是给自己给出了一个什么的？你想想看一下，加掉冰狗以后，这边一点其实能够完成下包。对，都不是有 C 四的。对，现在只有一把 USP， 这是直接拉上包点，他这个时候还不如包已经埋上来了，等待自己队友。是的，这一下没有任何问题。王狗马上是从书房到位，电击枪，哎，电击枪，哎，哦，我的天哪，为什么这么打呀？卡泽还在找机会，包点直接交烟吗？先烧一刀，哦哟，二五九两个，哦哟，三个二五九，这个老将啊，在最后一个回合是顶住了压力，上面外场也是卡了个大后点，哦，王狗。直接穿锦州带走奈，刚说反应快，没有想到这还有点小技巧啊！再来一个。那每一次这外场王哥去拿到这杀机会之后，这外场不推或者打 B 圈，